问那个梨泰院的男主角的那个头该怎么剪？先把它直接剪掉。刚长怎样？我看到。完全没有好看。揭晓了吗 ？OK。一二。Oh no！ 他是叫做舅舅熊。哟。卡特。爱情魔法师变身韩剧绿指头。别说今天可能是我频道开幕以来最紧张的一次。最紧张的一次。最期待。真的是。未知数满满哎，万一没有剪好，就是直接变狗啃，对不对？一定会啊！今天小吴要化身欧巴，你知道现在最红的韩剧是什么？离太远了吗？现在最红的韩剧是什么？有没有？他根本就用颜值在撑吧？对啊，哎，因为小吴头发也常看得出来，很久没有整理了。最近最红的头就是这一颗，所以小吴今天引领时尚流行，我就要来挑战。今天我的设计师有三位，就是各个设计师，麻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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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的梦想就帮人家剃头哎。那请问老师，你们有什么经验吗？没有啊。点点的，然后拜到他。什么啦？茶壶。刘海要上去，但眉毛多一点。先从刘海开始剪。相信我好吗？不要喷水。不用啦。我没有。那个夹子啊，那个夹子这样。不用啦，你看这个剪。没有。那我围那个，来帮你围一下吧。好痒啊！好痒，就围一下。不是啦，是要围后面的吧？这个塞进去，然后先帮你头肩颈按一下。对。我要剪出一模一样的，不要很丑。OK。哎，我们先开一下作战会议。我觉得就是刘海先把它收上去，然后这两边要撸平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中间都长出来。哦。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开嘛。还这么直接拿完这样子？可以可以。去哪去哪就走就哪。还有你头那么大的。你以为这个东西很好找吗？先剃这吧，反正这一定要剃掉。你从它这，我好紧张，耳朵好刺哦。等一下，干嘛？你不可以动哦。定脚吧。真的假的？认真。开始了。哦。这样吗？这样吗？眼光泛泪。我很紧张。那不会很丑吧？我们那边是这样没有错吧？先推后面。后面不知道怎么样哎。对啊，你要还是后面又给别人剪就可以。我也觉得，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你后面给别人剪。对啊。其实我在前面看起来像就好。其实我觉得他只要刘海剪完，应该就蛮像。哦，他差不多，他刚刚直接搓头。一定要有效。来，修刘海。刘海就是齐了，直接给他剪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要先把它直接剪掉。哇，这个刘海好好看哦。像吗？我剪刀，剪刀。现在长怎样？我看到。完全没有好看。那好。我的。我先把它剪到这个长度啊。我觉得这个头你应该是驾驭得了，说整个真的剪完。真的吗？哎，我觉得你要全在了。安详还剪对不对？对，他都要毙掉的，这个没工作。我们这一面相就好，不要管。哦，这也是对的，干净的干净。那怎么样呢？摄影师，马上就出来了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请问那个梨泰院的男主角的那个头该怎么剪？这个头该怎么剪？你可以口头教一下吗？你在帮小吴剪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不要往内，所以要这样抓起来。OK， 好，我们自己努力一下，谢谢。好啦，我们三位设计师帮我精心打造成这个韩系欧巴的栗子头，你们揭晓了吗 ？OK， 一二。Oh no！ 我觉得我要先掉。可以吗？因为你的发型可能就比较硬，它会一直这样跳起来。哦，你还没看过，我还没看到啊。来，上镜子，好。其实没想做好哎，应该很厉害哎。可是你看一下我后面是发生什么事。我们不要点后面，给专业去。你表情有在模仿，有啊。可以把设计师可以吧？可以啦。有人要指点我们吗？在家不要乱指。对，欢迎来挑战，欢迎来离太远了。